怎么办？哇，这好像当年155的录像，有点三刀结束那个味儿。谁说梦幻是有钱人玩的游戏？五段化胜似带着30级头盔也能拿冠军。Later， 159级带着30级的头拿到了比武状元。能看出来，哥，你这个人是真能处，态度是真好。上来一个化胜似也要打满临时，哪怕武器没有特技，轻轻的30级头还失败了2次。年纪这么小，却充满了岁月的沧桑，还是人造的罗汉精青。兄弟们，这个号拿到了比武的称谓，点击比武大会积分，查询英雄榜已经积分，上届比武积分。看一下天启，我们的名字叫抖音，看阿浩在状元的队伍里，双治疗，双治疗。我靠，谁说比武的活动平民参加不了的？我靠，哥，你没装备我能理解，你一只宝宝也能拿称谓。有人说鬼区鱼岛，绝对不可能，这宝宝你都得带高级鬼魂套，死的都没有宝宝能换，太励志了。看看修炼吧，修炼。梦幻西游真是人才辈出啊，修炼没有满都能拿冠军，真是颠覆了我对梦幻的认知。哥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咱们在打 PK 的时候第一回合你干啥？金刚护法无魂，特技有金罗，问题是没有水星，是个冰清，冰清特别放愤怒，解清的同时，问题是鞋子一顿黑宝石不打，他打一个速度临时符，这个是真哥啊。比武的过程一定特别精彩，有录像吗？哥，你这个不看录像不行啊。啊，抖音还大力金刚卡，带的是一个小知音，看没看见？装备借没借不知道，宝宝肯定没换啊。对面是一把秒，咱们是一把火，咱们被对战方大克10%，但是虎阵毕竟虎头位还有输出。阿浩30级的头，80级的罗汉项链，4段的双治疗灵士也不影响，给虎头位的狮驼岭加上一把金刚护法，增加伤害。然后观战方是一把凌波狮驼啊，等一下，双化成金刚护法不是咱们家的，咱们家的是一把金刚护体。哇，这个我突然觉得我穿越了，这个比武的感觉，不需要硬件的感觉，好像突然回到了2008年。鱼岛159级，欢迎大家。哇，就一只宝宝，宝宝飞了怎么办？好尴尬，如何让别人知道我只有一只宝宝？如何让别人不知道我只有一只宝宝？下回合的操作就尤为重要。美西名曰，我速度比狮驼岭快，要不我水星宝输出，不，我没有水星，那我冰一个吧，正好的血没满，怎么办？哇，这好像当年155的录像，有点三刀结束那个味儿。别说，抗性还真不错，活血啊，一拉一活，操作非常的合理，不拉宝宝没问题啊。狮驼岭虎头位有点人间大炮的意思啊。输出的话，伤害应该来到了3200以上。鸟阵呢，超级战役的凌波城，每拥有一点超级战役增加20%的攻击，消耗的时候还增加150点伤害，所以说还是暴力的。这个无底洞。无底洞刚才加了用了一个峰回路转啊，无底洞咱也没太看懂是啥经脉，没宝宝。这按本来说下回合人都起来了，还有另外一个化生应该出宝了吧，看这个如何阿浩巧妙的化解危机。哦，刚才无底洞用的是金蝉啊，就是自己掉点血，然后为全队增加护盾，相当于全队每个人都临时用了镜台。第一个化生四用的金青，无底洞用了罗汉，压力给到阿浩，阿浩的速度比凌波慢吧啊，阿浩推了下血，漂亮，双四层双治疗的灵士啊，就是酷。为啥呢？因为现在没有人带治疗灵士，符战的化生四全都是活血人心，然后所以说带的都是速度灵士，他刚才这一推符战化生四也比不上啊。人才，目前就这三回合来讲，阿浩的水平完全是一个15+10的水平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包括不出宝宝都非常的 OK 啊。不过咱们的宝宝被清的太快了，他推血不如咱们多啊，就速度比咱们快点吗？无底洞补宝宝，看看这回合阿浩如何不补宝宝，每回合都感觉度日如年，我的脚趾头一直在抠。精青可以，又混了一回合啊！你在队伍里打 PK 的样子特别像我认真水时长的样子。你们队伍加起来总共10个人，一个缝隙都没有。天启组的比武总共就6场录像，我都惊呆了。我靠，还有郑无穷，化生四的作用就更重要了。这回合舍自己吗？舍不舍？我靠，阿浩倒地难受。1-1，高速化生拉低速化生，低速化生直接推拿。哦不，他拉的是无底洞，无底洞拉你 ，A 拉 B，B 拉 C，C 救死扶伤，有治疗灵士加 BOSS 杯，直接1500，帅气啊！然后有金蝉，不可能倒地。超级战役凌波城用了一把断月式，把超级战役用掉。点杀对面的僵尸，对面的变僵尸卡感觉就不是很比武，不过还是能享受到这个乐趣的， PK 的乐趣还是有啊。就这么说吧，看这种 PK 比看符战有意思，这符战的普陀我是看够了，我要吐了。
这个起码每回合都充满期待的。好，这下推不太行啊，后面就是无形的推血机器了。加我一个，首先你有完整的阵法，另外的话你能省很多金霜啊。阿浩，你发现了吗？这场 PK 咱们总结一下，你宝宝没带高级鬼魂，你带个高级鬼魂，这时候他不就站起来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是缺陷一，因为你宝宝直接打高神了，带不了高鬼套了。缺陷二，你这个号的抗性太高了，你应该把血耐再牺牲出了一点加速度，你现在的速度比对面的物理器快，这样的话有时候就会被动。双方没有风系的这种 PK 就是一种纯的那种打大金，看谁的大金先打完就赢了。制作岭什么时候产生暴击，然后就手持了，灵活到后期他就不行了啊。制作岭就是这种持续稳定。魔镜激发，制作岭急眼了。好了，我们给稍微视频加加速。还行，这场 PK 的话，花生四还是起特别大的作用，稳定血线，不会被对面的输出压没啊。这加了魔镜激发以后，还出了几个暴击，直接清场。这就是在区内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石驼岭，服战可能稍微逊色一点，但是在这种短平快啊硬件差距特别大的队伍里，石驼岭最屌了，而且它稳定，它不是像刷任务一两回合。灵波城差在哪儿呢？前几回合如果直接翻江搅海就没战役了，如果他要是叠战役的话，就得浪涌猥琐降伤害。真君显灵以后会进入很长时间的虚弱期，表面上是三保二，其实是四保一。只要虎头位的能输出，灵波城稍微打打打打行了。可是后面攻击好变态啊！